你是说咱们洛阳城出了女鬼？是坊间传言，安玉的鬼魂回来复仇了。你信吗？我当然不信，我可是大人您亲自栽培出来的。你一个堂堂四品牵牛卫中郎将，就看不出这屋杀鸡四伏？你看没看见，倒水那个伙计手上长满了茧，稍稍有点驼背，走路呢明显拨了盖往里扣。 还有对面这仨，表面上看着是货了，桌上的菜一口都没动。他们肯定是怕吃的太饱，一会儿东西手里不方便。最明显的，就柜台里边那俩山炮。看那笑的，多假呀！就差点把五福俩字写稿文，让他们肯定是怕吃的太饱，一会儿动起手来不方便。最明显的，就柜台里边那俩山炮。看那笑的，多假呀！就差点把五福俩字写稿文，让他们肯定是怕吃的太饱，一会儿动起手来不方便。最明显的，就柜台里边那俩山炮。看那笑的，多假呀！就差点把五福俩字写稿文，让他们肯定是怕吃的太饱，一会儿动起手来不方便。最明显的，就柜台里边那俩山炮。看那笑的，多假呀！就差点把五福俩字写稿文，让他们肯定是怕吃的太饱，一会儿动起手来不方便。最明显的，就柜台里边那俩山炮。看那笑的，多假呀！就差点把五福俩字
太冲动了，你这回得听我指挥。我不服，我的官比你大，就你这破口条，狠狠动手你能喊半个时辰？我现在过去，看我眼色行事。非你那劲干啥？要我出来，上去一人一锤，管他哪个是狄仁杰。客官需要点啥呀？拿点醋，拿走吧。这不情况紧急吗？你最好别打我的脸。客官，你还要点啥呀？拿点酱油。从小到大，都俺爹打过我两回脸，你敢再打我的脸，我送你见俺爹。客官，你要啥？你能不能一次性全拿走啊？我是过来结账。哎，不，我来。怎么能用你结账呢？你要是结账的话，那不等于打我脸一样吗？你看，你敢打我？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别人打我的脸。哎呀，从小到大只有我爹打过我两回，你要再敢打我一下，我就送你去见我爹。哎呀。人跑了！我追！追！快追！快投降！大嘴拿给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好啊！啊！大锤，拿过来锤！妈呀，这小刀让你拿的，挖菜来了！闪，快点闪！大哥，锤，快给我锤！推下去见女士。Thank you.
这已经是第五起命案，今早的死者是百香楼的老板杨福文，其他死者分别是御史韩晓生、中书令赵崇渊、侍郎高升、画师刘唐。他们几人死后都被挖去了心肝。皇上，微臣亲自去审问过文达，他确实见到了安玉的鬼魂。他一定是安玉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离我就五步之遥，就五步。除了文达外，还有另外两人也都见到了安玉的鬼魂。安玉一年前因提反诗而被当众斩首，被斩首前诅咒了揭发他的五人，声称做鬼也不会放过这五人，还要挖去他们的心肝。如今这五人离奇遇害，而安玉的鬼魂也真的在洛阳城出现。皇上，既然大理寺查不出子丑阴谋，我们天宫府愿意受理此案，十日内如不能破案，微臣愿意交出尚书官印。查案非你所长，若你十日之内破不了案，恐怕那些原本就恨你之人会趁机参你一本。微臣只想为五州尽心竭力，个人荣辱臣不会放在心上。那朕就准了。微臣还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臣得知数月前陛下赦免了狄仁杰的流放之罪，让他从关外回到洛阳，想必这几日也应该到了。你是想让狄仁杰帮你查案？望陛下恩准。听说狄仁杰快回来了。在下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安排，狄仁杰他绝对不会活着来到洛阳。哎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就是你偷了我的珍珠。你放屁，我没偷。那你让我搜搜你。撒开。吕昭元到。开工喽。怎么样，珍珠还真不在他身上。这疯狗洛阳的。哎，不是，你坐好。珍珠真没在他身上啊？珍珠还真在他身上，但是我也在他后腰闻到了一把有血腥味的匕首，所以我判断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一个敢杀人越货的主。你看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味儿还这么重。不对。哎，有人！好，我姓吕，名昭元，原本也是洛阳人，可惜家遭不幸，自幼便浪迹关外谋生。如果不是娘子突然失踪，恐怕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回到洛阳。只是没想到洛阳城却因为凶杀案而封城了。面罩出下。本官看你五官端正，面相纯良，想必是第一次行窃。是。既是如此，放你一条生路也罢。走吧。谢大人。好嘞。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哎。不就可以进城了吗？
你小子深藏不露啊。这个官你好。可见参见大人，草民参见大人。你调理我呢？大人，你说啥呢？那你是何人呢？是啊，我是何人呢？哎，我是……哎，我是谁来的？你怎么来的？你还记不记得？我就记着我好像是从哪儿摔下来的。对上了，本官把你救下的时候，哎，你就是挂在悬崖下边的一棵树上。挂树上？多谢大人救命之恩。不必，客气客气。那么你大病初愈，啊，好好休养身体，本官先行一步。多谢恩人。对了，本官救下你的时候啊，在你身上发现了这枚玉佩，本官判断这定是你家传之物，现在还给你。你看，上面有个吕，你很有可能姓吕。我姓吕。爹，爹。吕家捎来了书信，求我相助。我以为这是个赎罪的机会。可没想到，我病成了这样。你一定要接他进城，帮他找到他的娘子。爹，你放心，既然这个债是咱们家欠下的，女儿一定代您偿还。我没说不给钱呢，我是说先欠着，等我有钱了再给你。
这玉佩有可能是我们老吕家的传家宝，打死我也不能给你。是是是，那不行，给我打。住手！你刚说什么？干啥？啊？我说打死也不给他。不，前面那一句。我是说先欠着，又不是说不给。中间那一句。这玉佩有可能是我们老吕家的传家宝。哎，你谁呀？你是官差呀？你问这么详细啊？玉佩可否借我看一下？凭啥借你看呢？你能替我付房钱吗？可以。啊，那看吧。好好住吧。你是吕公子？好像是吧。那你是否记得星级商部的秦掌柜？不记得。他是谁呀？他是我爹。我爹在临终前嘱咐我，接你进城，找到你的娘子。我有娘子？要不你试着想一想，看看能不能想到一些什么来。女人背叛我。哎，我好像是想起一个女人。她长什么样？她长得就挺雍容华贵的，就是脾气不太好。那应该就是你的娘子了。你在信中说她突然失踪了，是被洛阳城百香楼的一个暗探给带走的。要不你先随我进城，也许找到了你的娘子，你什么都记起来了。你还是先给我整点吃的吧，要不然我还没找到娘子，就先见着你爹了。狄大人，请下车。啊，哎。天公府尚书韩风恭候狄大人多时。天公府尚书是多大的官？这比皇上小点儿。咋了？被刺客吓得怎么腿还软了呢？我这是舟车劳顿，身体不适。来，我背你。哎，不是，哎。狄大人身体不适。狄大人让刺客给下的。路途遥远，偶感风寒。想不到狄大人在关外生活了数十年，历经苦难，风采依旧不减当年啊。是啊，关外好，人参貂皮鹿茸角。不愧是在下素来敬仰的狄仁杰，生死功过都可谈笑相对。我狄仁杰，不该直呼狄大人名讳，失礼之处还请您海涵。韩大人不虑了啊，我狄某实是在关外这十数年没听到过这么亲切的称呼，所以刚刚有些失控啊。不知朝中是否还有认识狄某的老相识能够一起叙叙旧呢？当年狄大人直言相见，惹怒了皇上，被贬至关外，这一去就是十多年了。如今洛阳的官员早已不是长安时期的官员了，恐怕很难有大人的故人。太遗憾了。皇上密旨，狄仁杰接旨。武周皇帝任命狄仁杰协同天公府主持办理洛阳五人命案。啊，臣接旨。二货，你为何杀他？他长得像狄仁杰。你觉得狄仁杰长这样？不是，我把他扎成这样，只见他长得像狄仁杰。一派胡言！这具尸体
筋骨强健，肌肉饱满，他怎么可能是狄仁杰啊？你看看，这能怪我吗？你看你给我的破话，跟这俩人哪个都不像，所以我只能俩都干掉了。不对啊！当时你不听我，你还怪我？要不是你耽误老子的事儿，老子在饭馆就把他俩弄死了。是你恼！停！三狗，你别说话，本官听你说话胸口疼。你还是把你想说的话都写下来。好主意。二虎太莽撞，脑子也不够用。要不是我急死我。你写字也磕吧，我这不着急吗？你着什么急啊？别笑了。罢了，二虎，你为何放跑另一人？他冲罗马炮甩下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下去看一看那个人的死活？大人，你想弄死我，你都自甩。那罗马炮恁高，我再下去全是尸体。再甩了，全洛阳，谁甩下去能活着回来？我看你都是针对我，二虎，本来都是。义父息怒，我不该让他俩前去行刺。罢了，二虎，你向本官描述一下摔下落马坡的那个人的相貌。小人见过二位大人。给狄大人介绍案情吧。见过狄大人，属下已将案情做了梳理，只是梳理的过程中情不自禁，斗胆做了几处推论，谬误之处还请狄大人不吝斧正。你这花言巧语的毛病还是改不了，快介绍案情吧。肥爷，这个小胖子虽然舌灿莲花，满嘴跑马车，但是不知为何，我喜欢。能得狄大人的赏识，林木聪三生有幸。你看这个机灵劲儿吧，就越来越。介绍案情，第一个死者尚女是韩小生，她死在这个月的月初。三天之后，发现了中书令赵崇渊的尸体。又过了两日，侍郎高升也死在了自己的家中。第四个是画师刘唐，他死在了第九日。最后一个是百香楼的杨福文，他死在了大前日的晚上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百香楼？是啊。是花坊那个百香楼。嗯，狄大人果然是性情中人。住嘴！狄大人是想到了什么？这么说，如果我现在去查百香楼，会不会不合规矩呢？大人有皇命在身，小小百香楼自然可以随意调查。现在就去查百香楼。包子，这是你的车钱。糖醋鬼的包子，真好吃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百香楼。百香楼。我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呢？想啥呢？出发呀！还等啥呢？快点。义父，此人应该就是真正的狄仁杰。那我现在是搬板楼。不可。为啥？义父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能在洛阳城暴露。摸上脸不就肿了吗？就你那大锤，全洛阳有第二把吗？大龙说的对。那我安排道上的人来办。我要杀个人，需要个面生的高手。三位请放心，我们这儿全是高手，收钱买命，干净利索。看看成色。不错。我有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蒙着眼睛？俺从小练飞刀，都是蒙着眼。那要不蒙呢？不蒙认不准。下一个。哎，算了。我都怕他死在半路上。你管这样的叫高手？
这来了？我来证明给你看，我没杀错人。他长得多像这幅画？长得像有个屁用啊！这根本就不是人家要杀的人。那就是你画线画的不对，又不是我的问题。我太理解你了，你闭嘴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俺都要妥了，没问题。走吧。这就是百香楼啊。嗯，怎么这么瘆得慌？是啊，这咋一个人没有呢？两位有何贵干？哦，我们来问点事儿。天宫府的大人是吧？小的在这儿恭候多时了，跟我来。大人？不，我们不是大人。为了这个案子，大人们可真是受累了。但是我们百香楼就反反复复查了70多次，这大理寺来了，地宫府来，地宫府来了，天宫府来，这前前后后上上下下，注意台阶。管事，你。好的，这个地方呢就是案发现场。案发当晚呢，其实这里并没有任何异样。我也和往常一样，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上来叫老板吃早饭，敲了半天门都没有反应。情急之下，我是直接撞了门，可谁曾想呢，这门他没上锁啊，害得我是一头摔了进去。想必两位大人很好奇我进去后都看到了什么吧，跟我来。你听我说，也就是这个位置，就是我当时摔倒的地方，也就是这个角度，我抬起头看到老板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于是我鼓足勇气走到跟前。你怎么还听进去了？你不找你家娘子了？我觉得找娘子没有这事有意思。走。我走到跟前啊，看到老板胸口一片血迹，后来还是听大理寺的大人说，老板的心肝都被挖走了。哎呀，想不到我堂堂百香楼老板一世英名，最后却死在一个女鬼手上。正所谓人生百态，世事无常，这都是我家老板的命啊。基本上就这样了，两位大人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刚才说那个女鬼是怎么回事？安玉啊。安玉？安玉是谁？你看来这位大人对此还是不太了解啊。安玉当年可是我们百香楼的花魁，只是好景不长，也不知道是谁去官府举报他写了反诗。当然这件事情不可能跟我们老板有什么关联嘛，可他呢却偏偏被逼去做了个证人，结果这昔日的花魁当了就被斩首。所以这次的连环凶杀案，坊间传闻就是安玉的鬼魂回来报仇了。了解。香炉，也就是说，案发之前你们老板离开了百香楼几天，是案发当晚才回来的，对吗？嗯。弟，嘘，我现在在查案，我命令你们。我和一个杂役都看到了，他当时在那边打扫卫生的时候，看到老板从这个门进来的。从那儿？哦，狄大人的查案手段果然非同凡响啊！你看不见我？这隔着这么多帘子，他怎么能看出那就是你们老板？我也看到了，当时我在这边整理账本。你在这儿看见你们老板干什么了？
上楼啊！上楼？你能看见我的脸吗？看不见。那你怎么能确定那就是你的老板呢？我都跟到他十多年了，不看脸我也知道是他呀。我，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大人真是身轻如燕，摔下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！你滚！大伙儿都过来见过两位天宫府的大人，看看两位大人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大家的。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人？竟敢冒充俺天宫府的人？将军息怒，我们不是有意要冒充天宫府的人，我们是来找一位朋友，只是管事的误把我们当成天宫府的人，不由分说拉着我们开始想案情。什么？你们不是天宫府的人，怎么不早说？那我也得插得进去嘴啊。既然不是天宫府的人，你们来来回回问我这么多问题干嘛？兴趣使然。你很嚣张啊。你到底要找谁？我们是来找一个胡人女子，听说一个月前莫名失踪了，是被百香楼的一个案子给带走的。这位姑娘年纪轻轻，可别乱讲话呀。我们百香楼的女子可都是自愿上岗的，再说了，自从安玉那件事情过后，这里就再也没有过胡人舞伎。谁说的？我上个月离开道场的时候，确实有人带了一个胡人舞伎回来。别跟我扯远了啊！我这次就是为了协助狄大人办案的。哎，狄大人上哪里去了？咋还没查完呢？狄大人，狄大人，你在哪里呢？哎，狄大人在这儿呢。狄大人，你这是干么呢？哎，这位就是狄仁杰，狄大人。怎么说呢？惊喜吧，属于一种。破画像就没靠谱过。算了吧，两个都杀。身体恢复得挺好，就是还是想不起来自己是谁。哎呀，太可惜了。我咋看你还挺高兴呢？我这不是见着你高兴吗？哎，这屋里什么味儿啊？刺鼻子呢。哎呀，狄大人，狄大人，这儿呢。方才我在外面听见一声喷嚏，中气十足，音色优雅，就知道狄大人一定在此。低调，低。
狄大人身体不适？没有，就是这个屋里有股味儿刺我鼻子。就是散出来的味儿。哎呀，狄大人果真是天赋异禀的，我都还没说，您靠闻就闻出来了。没错，这几起连环凶案的共通之处就是现场都有香味，而且都是从每个尸体身上散发出来的。你是说死人身上有香味？没错呀。而且，哎，你谁呀？本官跟你说得着吗？啊，朋友。大胆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哎，这个姑娘这么不礼貌的。姑娘，别怕，来来来来。姑娘，刚才我在外面听你说你在什么道场见着胡人舞姬了，他长什么模样？就是胡人模样啊。道场是什么地方？几时轮到你发问了？道场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大人，小人略有了解。传闻百香楼有一神秘道场，专门在全国各地乃至关外西域搜罗年轻美貌的少女，然后送到洛阳进行严格的训练，所以百香楼的舞姬可以说都是千里挑一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百香楼被誉为洛阳第一楼的原因了。你们家的小狗知识还挺丰富。哎，没有赞，没有赞。那那些姑娘进了道场都培训什么呢？无非就是歌舞诗词、琴棋书画之类。哦，那还好。当然也会训练一些如何服侍男人的手段。什么叫如何服侍男人的手段？哎，这这，大人，当然是男女之事了。这个道场在哪儿？在胡人区。逮着他！别让我逮着他！逮着我弄死！撤！又追上来了！这边！撤！哎，这边！天水坛已修筑完工，陛下可以开始准备了。如果法师真的能让朕返老还童，朕可以册封法师为国师。Are you elected? Tacitly elected. 法师说他无心世间名利，为皇上施法后将返回故土。不过，朕还是有些顾虑。陛下大可放心，此事老奴已和法师谈过，法师同意陛下可先遣一人前去验证。如此最好。皇上请韩尚书立即前往上阳宫。朕要闭关一段时日，去接受法师的返老还童之术，朝政之事就暂由诸位多费些心思。皇上万万不可，如今洛阳怪事频发，如果皇上不能主持朝政，恐怕会生变故。韩尚书此言有点危言耸听了，自从五州建政以来，那可是国泰民安。皇上身为国君，自然会以朝政为重，绝不会迷信什么返老还童的谣言。放肆！皇上息怒，方才皇上说想找一人替皇上先行验证法术的真伪，微臣倒是觉得韩尚书最为合适，韩尚书和皇上最是贴心，一来可以验证法术是否有效，二来可以见证韩尚书对皇上的一片忠心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韩风，即日起你就去天宫府交接公务，明日立即去天水坛接受法师的洁净预备。哦，按青羽姑娘的说法呢，你叫吕昭元，来洛阳的目的呢是找你娘子，是吧？你爹都怎么说的我呀？
你年少的时候就被誉为香料奇才，除了精通香料的配置之外，还有一个极其灵敏的鼻子，通过嗅觉就可以分辨出香料的各种成分。完了，完了，我不光是脑子摔坏了，鼻子也摔坏了。你看刚才在百姓楼，狄大人都闻到香味了，我啥也没闻着。我鼻子也不行，我这是鼻炎，受不了刺激。那个青羽姑娘，你还知道她什么信息啊？帮助盲人能恢复记忆啊。你年少的时候，因为家业破败，父亲入狱，你和你的母亲颠沛流离，吃了不少苦，后来遇人不淑，还当过小偷，在几次盗窃失败之后，险些被人打死。前几年跟人犯了几趟祸，才赚到了一些钱。这一路来也是多灾多难，九死一生。哎呀，你说我的命还挺苦的呀。嗯。说是那辆天宫府的马车去了东九，他们去东九干嘛？方才狄大人一直在打探道场的下落，估计是去了胡人区。胡人区是不允许异教徒进入的，那些胡人异常团结，那儿民风彪悍，连官府都忌惮三分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情况紧急，洗澡你擦上点。走，这边走这边。这。能。过来。
快撤！此地不宜久留，走！我看来这里没雾呢。很怕了，这里雾了，爬上了无敌科沙。你刚才看他开不开心？看什么？开什么？我睡着的时候你说开什么？你开什么？你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开心，我让你开心，我让你开心，你再开心。不开心。不开心了，你不开心了，你不是开心吗？你开心，开心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弄死你。你弄死我？我先弄死你，拿起献祭，献祭。胡人去这道场绝对有大问题，必须彻查。哎呀，大人，要彻查胡人区绝非易事啊，除非找韩尚书调集千牛卫前来。现在就去天空府。韩尚书，皇上要您在一个时辰后出发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尽快交接府里事务。如今皇上对返老还童之术有着很大的执念，几乎已经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。我能感觉到有人想凭借法术之计在暗中大做文章，可惜我独木难支，无能为力啊。韩大人多虑了，不就是去两天的事吗？我现在不知道藏在背后的人会如何行事，韩风此去，也不知还能不能回来。韩大人吉人自有天相。洛阳城的冤魂连环凶杀案，一定与此事有关。如今只能仰仗狄大人了。韩风此去，如有什么不测，还望大人务必查清案情真相，不让奸人得逞。韩尚书走之前将一个锦囊交给了狄仁杰，难道他是把调遣牵牛卫的兵符给了狄仁杰？狄大人，几个乌卫拿着打猎司的拱文说要来抓你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赶紧夺走！为什么呀？快去把冤案卷油管你所有卷宗全部拿来。热，走！你慢点，我刚睡醒，不能剧烈运动。什么情况？说啥就啥呀？走！大人，卷宗。狄大人，你先走。好主意，先去上回合。没什么区别，闻着都挺香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看来你鼻子伤的比你脑子还严重，连这么明显的香料都闻不出来。那这个香料如果在一个人的身上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，它能存留多长时间？应该一两天就会散去。百香楼案发到现在得有六七天了吧，为什么还有香味残留呢？你老
老关心那个案子做什么？你有时间多操心操心怎么找到你的娘子，让你好恢复记忆。我帮你找记忆。你是吕昭元，我是狄仁杰，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这不坑人的吗？我这当吕昭元当好好的，你让我当狄仁杰。这么一来，之前的一切都说通了。你的鼻子跟狗一样灵，你呢，一看到案子就入迷，而且年龄也相符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不想找娘子，我只喜欢查案。这事儿说得通。你这货虽然闯大了，冒充官员可是死罪。我知道，我一开始就是想利用这个身份进个城而已。后来我就觉得能利用这个身份查查百香楼，谁知道搞成现在这样。那你现在还怎么找呀？要是官府知道了，那全城都会抓你的。不找了。啊？我现在命都保不住了，找他有什么用？抱着一起死吗？况且，我的信息很有可能是假的，我娘子很有可能跟这个百香楼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退一万步讲，我出去避两年风头，然后回来再找也没毛病。做人得理智啊，不能那么冲动啊。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瞧不起我吗？来啊，随便。我不是瞧不起你。我是对不起你。其实你们家遭遇不幸，是我父亲一手造成的。什么意思？你父亲蒙冤入狱，家业惨败，是因为我父亲在你们家香料里面下了毒。我明白了。你爹后来一直对我那么好，其实他是良心发现。谢谢。我爹生前一直留有遗憾，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帮你完成心愿。谢谢。我能帮你找到你的娘子。你再说一次。我刚才看了卷宗，这起案件跟冤魂复仇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的娘子既然是在百香楼被抓走的，她就一定跟百香楼的老板杨福文的死有关联。只要我把案子破了，你的娘子一定会出现。他说的对，如果你现在选择逃避而丢下自己的女人不顾，恐怕你这辈子都会留有遗憾。现在你不仅有我帮你，还有真正狄仁杰。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。我虽然想不起自己是谁，但是这不影响我办案。如果我不走，你有什么计划？我的计划很简单，你继续当你的狄仁杰，我继续当吕昭元，咱来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让那些想阻止我办案的人晕头转向，一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，到时候一定能找到你的娘子。好，那我信你一回。你说朕偏执，世人怎能没有执念？就算是得到了天下权势，如果不能摆脱生老病死，那一切岂不都是枉然？如果人注定一死，那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呢？韩风，你是朕最信任的人，
朕希望你跟朕一起，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人的生老病死。哎，你们说，这个案发现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香味呢？我想起来一件事儿。当时在百香楼那天，我在屋里闻那股味儿，绝对不是胭脂的香味。狄大人，嗯，他来的正好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不同的案发现场再去看看。有尸臭、脚臭、汗臭味，就是没有胭脂的香味。那天晚上在百香楼，你确实闻到了香味？肯定闻到了。看来咱们还得再去一趟百香楼。大人，他们都出长安，这会儿要去百香楼。你立即赶去百香楼，稳住他们。惹。你即刻带队，去往百香楼。这次绝不可再出任何差池。拿不住狄仁杰，我提头来见。还有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既然其他案发现场的味道都已经散了，为什么单独这里的味道还在呢？你在其他地方还闻过这种味道吗？还真有过一回，那回是我遇着一个胡人老头死了，我路过他尸体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当天我打了好几个大喷嚏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凶手的障眼法。大人，你引他们从后门出来，我在后门设了埋伏。所有的案发现场都是第一现场，唯独杨福文那个不是。这个杨福文看似最后一个被杀的，其实他是第一个被杀的。外面被警卫包围了，咱们快从后门走。什么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该来的时候不来，该杀的人没杀，这时候跑过来添乱，老子精心布的局全都被你毁了，滚！把这重新给我布上，别让狄仁杰他们跑了。是是。该来是不来，该杀的没杀。都给我快点儿！快！你来人！快！不是说好在后门埋伏吗？
是个波斯人，他根本不用手，只用腿杀人。你手下的那帮人全是废物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负责调配金无畏。为确保成功，你要防止任何突变的意外。那狄仁杰怎么办？我会安排人来对付他。你帮我找一下安玉当年提的那首反诗。哦。庆宇，你帮我查一查安玉到底是哪年到的百香楼。好。是。我见了活鬼了，我。怎么了？这个安玉。长得跟我娘子无疑一模一样。我明白了，原来让我们百思不解的女鬼就是无疑。我明白了，我差点就被凶手给迷惑了。这件案子跟安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五起案件表面上看都是以安玉当年临行前的诅咒作为谋杀动机，看起来相同，都在诅咒名单上，也都被人挖去了心脏，还留下了香味儿。而且这个过程中呢，安玉鬼魂出现，让所有人都认定案件的谋杀动机就是冤魂复仇。但是案发现场的香味儿，就是凶手整个精心布局中最大的漏洞。百香楼老板杨富文凶案现场的香味儿来自防腐香料，而其他四起案件的香味儿都是普通胭脂，都是为了制造相同现场所施用。另外四起凶案现场都是第一案发现场，唯独百香楼老板杨福文的现场是被遗失致死。这就说明百香楼的老板杨福文虽然是最后一个死者，但是却比其他受害者都先死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凶手在某处杀死了杨福文之后，为了掩盖其谋杀动机，假借了安玉临行前的诅咒，故意制造了后面四起案件，混淆了所有人的推断方向。为了制造冤魂复仇的真实感，绑架了和安玉一模一样的巫医，让他在被选定的目击者眼前扮演了安玉的鬼魂。如果凶手的杀人动机在杨福文那儿，那他到底隐藏了怎样惊天秘密，能让他杀了四个无辜者？不错，一定隐藏了一个更加可怕的。会不会跟胡人区那个道场有关系？我看我们应该再闯一次胡人区。好啊，但是就凭我们几个危险性比较大呀。安徽田广福，再找这些人收割来。这是狄大人写的案情分析。狄大人他们在哪儿？他们在胡人区等俺去会合。今晚瑞王大业将成，过了今晚一切就都成定局了。明白。瑞王这个时候不让我们对付狄仁杰，就是怕我们掌握了牵牛卫的兵权。自古以来卸磨杀驴的事情太多了，我陆书文付出了这么多年的心血，绝不可被人当作一枚棋子。大龙的仇什么时候都可以报，但是今晚你们俩必须绝对服从我的调遣，切记。韩大人，果阿木的天功府尚书韩风在此。真的有返老还童的法术啊？太神奇了。你以前不说吗？说不可能有这种法术。这不
韩大人这不变了吗？你身上的味儿都变了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太神奇了！你确定？我确定，我能闻错吗？我明白了。哎，滚！别动！韩大人什么情况？他根本就不是韩大人。把他们带去道场。香楼一模一样。狄大人，我劝你们最好识相，要是有什么想反抗的想法，我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你们。把韩风给你的兵符拿出来。什么兵符？我再说一次，把韩风给你的兵符交出来。我特别想给你兵符啊，但是我没有啊。他离开的时候明明给了你一个锦囊，里面不是兵符是什么？里面是金牌。什么金牌？狄仁杰，你这狗贼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竟然和反我之人串谋背叛我。秦武后兑现承诺，还天下于李唐。这个金牌代替了你的人头，从今日起，你狄仁杰在我的心里已经人头落地。既然没有我要的兵符，那就对不住狄大人了，杀了他。哎，别，我才是狄仁杰。我们有朝廷的海捕公文前来缉拿凶犯，让我们进去。哎，狄二，让开。放开了不进，你住。你我死战。我战。是狄仁杰，你终于恢复记忆了。我不但恢复了记忆，而且我知道了他们全部的计划。今天别说你一个假寒风站在这儿，就算是你的主子站在这儿，我也一样把他扳倒。哎呀！住了！都退后！你咋这么猴急呢？他是假寒风，这些侍卫也有可能是假的，他们是平级。不可能！他们说过，事成之后让我做天宫府的尚书。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你知道你主了那么多内幕，他这事儿一旦要是成了，但凡有点智商，第一个先灭口的就是你，对不对？道场内一个活口不留。杀！你腿怎么样？撑得住。李将军怎么办？不用担心他，他们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什么地方？
你只不过是一个用完祭器的棋子，没有必要再做反抗。你真是狄仁杰？我是狄仁杰。如果能阻止他们的阴谋，我定将奏明皇上，算你将功补过。我，你们利用百香楼的道场，搜罗了和武则天与韩风一模一样的年轻女子，准备实施调包，掌控权力。你应该很清楚，你知道他们的全部计划，不管他们成功与否，都会将你灭口。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功补过，我一定奏明皇上，免你一死。瑞王的终极计划就在今晚实施，而且已经开始了。这里有一个直通天水潭的通道，实施阴谋的关键人员都已经进去了。那个通道在哪儿？走。你可终于找着我了。你没造什么罪吧？我没造什么罪吧？那就好。那就好。那就好。你还认不认得我？我怎么会认得你呀？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我是暗夜的鬼魂啊，我要去找韩晓生、赵重渊、高升、杨福文，我要把这些恶毒无耻之徒的心肝全部挖出来。就是这里，可以直通到那个天水潭。他们的人都在里面，我去了，必死无疑。我进去。不行，你刚受了伤，你下去会没命的。跟五洲的设计比起来，死了我一个狄仁杰，算不了什么。慢着。你的命留着给五洲设计多做点事儿，成英雄的机会交给兄弟。等等，好样的！拿上这半块金牌，见了皇上就说是我让你去的。拜托各位了。我是不能入水，入水必死。他是刺客，你给我拿下！陛下。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呀！陛下，是老奴办事不力，让陛下受惊了。启禀陛下，这个刺客定是乔装潜入天水潭，藏匿于水中，意图谋刺陛下呀！阿拉格麦梅弟弟，掩护队一台子来福古利塔。法师说，时辰已到，再不做法，将会永远错失时机呀！韩风已死。什么？陛下，切莫听刺客妄言。杀了他！我是狄仁杰。愚蠢，敢在我面前冒充狄仁杰。陛下明鉴，
此子的谎言实在是荒谬，况且我们大家刚才我说我是狄仁杰派来的，你不认识我，会不认识这块刚刚替我挡下一刀的金牌吗？给我杀了他！谁都不许动！陛下，你真的是狄仁杰派来的？我也性命担保，是狄大人派我来揭穿这个阴谋的。你给我说清楚，皇上若是下水，立刻会被水里的杀手暗杀，而走出水面的就是他们的傀儡。下去搜。我武周天下竟险些被这傀儡接管，给我杀了我！杀！动手！武家！武家！去哪儿？我看见这脖子杀手了，我要替大哥报仇。二虎，咱们今天是来抓狄仁杰的。我不管，我要替大哥报仇。二虎，谁让我弄死谁？走开！二虎，禀报皇上，叛乱已经平息，参与叛乱的禁武卫已全部拿下，反贼高进宝、卢书文已经身亡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太监高进宝就是当年皇上下旨灭门抄斩李毅的后人，他就是瑞王。为了复仇，他不惜净身做了太监，接近皇上，谋划了这场可怕的阴谋。一切都是朕被执念蒙了眼，才让这些奸恶之徒有机可乘。皇上，恕草民直言，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态，都是不可避免的结局。经此一事，朕也算是看透了。你怎么还自称草民？皇上，你应该记得多年前你我的承诺吧？您一日不下旨还江山于李唐，李某将永不为官。你呀，杀你100次都不嫌多。你放心吧，朕答应的就一定信守承诺。人既然难逃一死，这江山权力又何必成为执念？皇上英明，